家好，我是11号候选人张恩慈，以下是我的证件。第一条，午休用餐时间或打扫时间播放音乐，定期更换歌单或开放同学们点歌。第二点，学校多举办体育竞赛，增加同学们的活动量。三，增加社团及校队，让同学们有更多元的选择。四，向图书馆争取新购漫画和丛书，并延长借阅天数和借阅书籍的数量。五，选举过后能设立市长意见箱，让同学们给我一点建议，然后我会向学校争取。请